probably come in. See you later. Music video time. 我第一次看到 Plapunk 我很兴奋，因为这个小岛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有那个夏天的感觉。这里只有我们，所以我觉得我很像公主。 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 Kevin Au 合作，因为我知道他拍很多很大的明星，比如 Justin Bieber、 Elijah Wood、 Snoop Dogg 等等。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在这个 MV 里，我有一个恋人，我们有很多暧昧的眼神交流。如果你要看结果的话，你一定要看我的 MV。我觉得最难忘是那个 beach party 的第一幕，因为我们本来要开始的时候下雨了。 所以我们很紧张，可是我觉得我们不知道的是，当太阳来的时候，很多新的朋友也来了，所以我们都一起会 party， 有很多活力。现在的我很开心，很满足，我把这些正面的信息和情绪。 都写进这首歌里，希望大家在听我这首歌的时候，也会跟我一样开心，要跳舞。拍 这个 MV 的时候，我找到很多新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我也会想念这里，因为这个小岛真的很像 Paradise。呀，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